觉得你对所有人都挺好的，就是对我横。这侯宁怎么还是这么不老实？那你看我老实吗？我是就事论事，不是影射你。我理解你对他的看法，但你们本来就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就蹲过一间牢房。况且他实力很强，比你高得很。那实力强最好了呀，你把他拉入伙吧。你们俩加上董思阳，咱们公司就改名叫改造者联盟。我知道他是你的朋友，但我就是小心眼，我不想承认你们和那些监狱里的人一样。我一开始学计算机是被我妈塞过去的，但我真正喜欢上编程是因为你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是你让我对编程感兴趣，是你让我坚信科技可以造福社会，所以我看不起那些用技术来作恶的人，更看不起那些鸡鸣狗盗之后还洋洋得意的人。他运气不好。这不叫运气不好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说的运气不好，是指他身边没有一个可以拉他一把的人。侯宁，你追踪他被他发现了，正常。那他还给我翻译，他是觉得我看不懂英文啊？正式用户体验呗。你又要做你的下流游戏，不找侯宁了？不找了。不找了？找也找不到啊，瞎浪费时间。那要是他再攻击呢？来就来呗，怕什么呀？这不是我的项目。你瞪我也没用。我的项目我负责，你不管我管，我就不信我找不到。祝你好运啊。那你给我个大概的方向。你还会认怂吗？那本来就是你招惹来的呀。哎呦，我发现你真变了不少哎。你原来敢这么跟我说话吗？那兔子急了也咬人啊。是啊，狗急了还会跳墙的。反正你对所有人都挺好的，就是对我横。那你能不能尊重客观事实啊？天地良心，是谁给你做饭，谁给你打扫卫生啊？没有我，你能活几天？你就拿你那烧焦的鱼喂我呀？那还不是你影响的我？我偏说我做我做，你不听？你能做好吗你？行，我送你下楼。还没付工资呢。还没付工资啊？嗯。还想要工资啊？是啊。想要多少钱？多少钱一个小时？50够吗？差不多。走啊。走就走。衣服没拿，哎，回来。衣服没拿。